相信大家对于李念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吧。他曾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，读的是表演专业。他的知名度虽然不大，但其实也出演过多部好看的影视作品。9月26日，李念在微博晒出一组美照，照片中李念妆容精致，身着露肩装，小秀性感，迷人的香肩，精致的锁骨超抢镜，一头空气刘海丸子头的发型瞬间让他美回18岁。李念多角度展示美颜，完美诠释360度无死角。李念一直都被外界称作阔太，但他面对工作时从来都不含糊，带病上阵什么的都不在话下，一点阔太的娇气都没有。李念大秀精致侧颜，大红唇，天鹅颈超迷人，从照片看完全看不出李念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以及已经满33岁啦。网友看后纷纷留言，仙女念美了美了，美念美美哒，少女范十足呀，我的念。李念一直酷爱健身，因此即便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身材依旧火辣十足，而且连皮肤状态也特别好，哪怕是全素颜出镜，颜值依旧耐打。